没下雨了。不下了吧？还在下。放牛啊！啊，放牛。怎么夹成这样？怎么夹成这样了？哎，讨厌！哎。又走不了了，走吧，走走。在下雨哦。在淋雨啊。行吧，走放牛去。下雨去了，放牛啊？跟雨一样，没有草，没有纯草，天天下雨。你去干嘛？怎么夹成这样？你看这雨还得了？我被他夹死了。那夹的那些女主播也没把你夹死是吧？那不一样。那夹死应该是被那些夹死，还不是一个的娃能夹死？女主播搁那屏幕夹没效果，是吗？啊！那是当面嗲的话，你还不趴地上起不来了？那不是，那说的有醋意啊？哪有醋意？我这是说吧。吃醋了？可拉倒吧，吃醋。那就不玩直播了，好吧？快拉倒吧，吃醋。要跟女主播聊天。我这给你解释一下，不是娃的这嗲算不上嗲，知道吧？吃醋了。切，想的真好。下雨，哥们儿。我说回去放也不放也不去。下雨了，下雨不敢活，听到没有？听吧。每次一回来就这样，就走不掉了。我去，妈，我这怎么这样？我的妈哟，情深的。这个破天气哦，天天下雨。你这样，你过来呀。我不过呀。打我呀。打我呀。嘿嘿。哈哈哈。傻乎乎的。哥哥呀。过来呀！过来了！你想干啥？我想打死你！你说什么？打死你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给你爸换老婆是吧？还打死我？我想打你！好！好！忘了，现在忘了。啊！不让出去，不让出去！哎呀呀，哎呀！慢点哦，要是车的命哦！那个嘴巴撇的哟！哎呀哎呀呀呀呀！嘿嘿，妹妹。小笑小哭的，我爸爸，爸爸去放牛去啦，我爸爸，放牛去啦，谁丑？你看谁哭起来就最丑啦，哭起来就不漂亮了，好了，不哭了哈，爸爸去放牛，爸爸去放牛去了，妈。我是你妈不？是不是啊？啊气死了！我的天哪！爸爸！来，妈抱。听话。你要爸爸，爸爸去放牛去了。牛没有草吃了，知道吗？哈，牛没有草就会饿死的。好，妈抱乖哈，来，我给爸爸打电话好不好？让他早点来好不好？好，拿手机，哎，拿手机给爸爸打电话，让爸爸早点回来哈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有多伤心哦！牛奶谁喝的？我喝的还是你喝的？好了，不哭了，喝牛奶。哥哥再哭，哥哥就把你的牛奶抢走了，是吧？啊、哦，你再哭，我们就不给他牛奶喝了哈、哦。哭的小孩子就没有牛奶喝，对吧？乖哈。
哎呀，胸口，这么大的胸最大。那个熊老大吗？对呀。咚。我懂。哎，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啊！我觉得萌的头好圆。你的头好圆是吧？好圆。你看这个脸，这个脸。这不要脸的人，想哭想笑的啊，边哭边笑的啊。谁不要脸？谁不要脸？谁不要脸？邓紫棋。谁不要脸？老子贤还有谁啊？是不是？就是呀。那个丑牙。要爸爸，要爸爸干嘛？他出了个泡泡出来了。要爸爸干嘛？要个擦鼻涕。这雨从元旦过后到现在为止一直在下，就没停过。那可能要下到清明去。哎。没事干，烤火。下雨天，待在家里烤火。